众生，累劫的修行啊，就是要来帮助众生的。那观世音菩萨嘛，用四种的力量来帮助众生啊，都四种的力量啊。啊，对我念一遍：中阳度众生，中阳度众生；啊，妙合度众生，妙合度众生；心通度众生，心通度众生；说法度众生，说法度众生。四种啊，有的人啊，叫观世音菩萨的伊的心上看到真慈悲啊。看到菩萨就跪下来啊，啊，就开发伊的神经啊，啊，过去一点去观世音菩萨啊，所以你看到观世音菩萨就会感动啊。各位有迄个观世音菩萨感动到有无？有啊，伊的大慈大悲啊，咱安怎来骂？安怎对伊无尊敬？伊的目睭看到咱就感觉啊，感觉看到老母的目屎啊，啊，看到吧，啊，老母的辛苦感款啊，咱的心就安稳啊。啊，这就是庄严嘛，伊这个上的话都度众生啊，啊，观世咱拜观世音菩萨拜较老啊，啊，万八听过观世音菩萨，咱讲什么话？啊，观世音菩萨，咱讲咱嘛听无，啊，但是无形当中啊，你看观世音菩萨度偌济众生有无？你徛喺遐的话都度众生啊，啊，所以相好庄严，庄严相要度众生啊，第二命好啊。命好，我都度众生无，救苦救难啊！你来救我心内的苦啊，啊，来救我啊身躯的苦啊，啊，所以只要念着观世音菩萨的名，啊，你的心就平静啦，啊，你的痛苦就消除啊，你的代志就解决啦，有无？啊，你捌看过一尊观世音菩萨，伊的手印是啥？什么手印呢？有无？会记得未？是袂记了了，咱讲拢袂记的。有 OK 无？反正无同我来比无。多一尊 ，OK 一尊啊。反正无同讲，你 OK 我就 OK， 你不 OK 我怎么给你 OK？ 意思是讲你爱自卑啊，你爱乞丐，你爱听话啊，爱听话无？哎呀，所以咱拄则讲的，第一阻碍爱归观世音菩萨，第二阻碍要乞丐，第三阻碍爱参观世音菩萨呢，到处去帮助众生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啊，咱今仔日来个这个啊慈母堂啊，啊，我顶礼拜就想讲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供养观世音菩萨啦，啊，结果我想到了叫乌龟啊，叫乌龟啊，叫只鱼啊，啊，叫只菩萨啊，啊，那救着观世音菩萨的囝啊，诸佛是爱众生的啊。啊，所以念佛，对我念佛就是念众生，念众生就是念佛。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啊，咱来念众生，念众生就是救众生啊。啊，所以经典阿弥讲啊，众生阿弥受苦啊，咱来帮助伊，你就是满观世音菩萨的愿啊，你就是满释迦牟尼佛的愿啊。那、啊、所以。第三阻碍就是慈悲啊，甲观世音菩萨，虚心细细慈悲好无？慈悲甲贪地好无？咱对你无好，你嘛是爱对伊慈悲好无？这真困难啊，不过咱一定爱安尼做啊，啊，无你就会艰苦啊，你个就看袂开啊。所以慈悲是对治咱的身躯甲心上好的药啊。啊，所以命好度众生啊，啊，咱的命好，达达修，达达修。啊，念到你的名就欢喜，好无？念到你的名，病就好，好无？念到你的名就好呀，好无？啊，想到这个阶段，我念到你的名，钱就无去啊，我可以话你啊。念到你的名，后摆就未发啦。迄人偌厉害嘞，啊，后摆未发变啊，关心无啥，关心无，有无？试看卖，好无？真正有这个感应嘞，大家爱念有无？哎呀，同款的意思啊！命好度众生啊，啊，我来说法度众生啊，每一尊佛啊，啊，拢是说法来度众生啊。伊有众生知影这个世间是苦啊，知影有轮回，知影生因果，知影爱乞丐，知影帮助众生，你家己就袂痛苦啊。说法度众生啊，啊，所以佛祖伊也无来这个世间说法四十九年，咱每一个众生拢在受苦啊。为什么生唔知？为什么死唔知？为什么来这个世间？来这个世间要创啊？完全拢唔知。这个真正唔知啊！这个叫啥？对我念唔知死。各位知死无？
知影，咱合福啦，咱就听到有作为说法啦，咱知死啊，知死，咱就知影修行啊，所以咱好好修行，咱就卖过来这个世间啦，受苦啊，咱要来这个世间就是要来度众生用的啊，啊，说法度众生，心通度众生啊，每一尊佛拢有心通啊，你咧想啥知影啊，所以乞丐，咱乞丐咱甲外道无同款，对个了，有乞丐，什么嘛通，好唔好？有通无？你有乞丐，目睭就通啊！啊，你有乞丐，耳孔就通，耳孔就听到众生苦啊！你目睭有乞丐，你目睭就讲看到好，你袂看到只有诶无诶啊！啊，你袂看到人咧啊，人咧讲是非啊，你嘛袂看到人咧啊，主业啊种种。世界是啊，每个人都需要的。